平时还在 B 上面会不会玩一夜情那些？不是，去过抢女生的，哪个抢女生？你是认错人啊！明明是要来找我，可是去找他。妈的！我听到你们讲话，看你呀、啊，讲坏话啊、哦！这个妈咪，哎呦 ！Focus, focus.Hey, yo, 大家好，我是 BC。So, 今天我就来到了 B 城里。这两位是谁呢？这两位就是 B 城的 DJ。抱起抱，抱起抱，起抱抱。这位就是 DJ Felix， 嗨，姐姐。OK，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这个耳机啦。这个耳机叫什么呢？它叫 HDJ Q1， 它是 Q 啊 ，CEU 啊，不是那个 Q 啊，哇咦，不是那种 Q 啊，是 QQ1。这个耳机呢，他们说可以盖到完整个耳朵，也听不到外面声音，那些很厉害的，所以它可以拿来做 DJ 打歌的。所以我就拿了这三个耳机，同品牌的，我也不要讲它的品牌，你们知道的就下面留言啦，不知道的就算了吧。所以我就现在开这个耳机，看一下它里面是怎么样先嘞。不行啊，没有啦，旧的啦，这个我刚刚在垃圾堆那边拿回来的。这有 WiFi 啊，有 WiFi 的。没有啦，还请什么？很难讲嘞，等一下像那个妈咪这样子，无端端有个限量版跑出来，拆开，要了，刚买不了了。说、这个耳机呢，它里面就是这样的样子啦。OK， 他有给买这个沃兰蒂卡啦。通常都没看的啦。通常是没看的啦。过后还有这个蓝牙啦，还有这个耳机、OK， 它这个耳机呢是蛮不错一下啦，蛮漂亮一下，又很小粒，你看没有这个这样大粒，喜欢小小粒啊，是不是？你在哪里？耳机啊，耳机。不过我在想着我耳朵可以不戴的。你有试过把耳机扯掉？我试过很多次了，不过他们会想到那我端端有一个洞在那边，以为我是给缝什么东西，插着一个洞在那边。记得啊，你们不要拿我耳朵来性幻想啊，那个洞啊，你们记得、啊。所以我现在就戴戴看我的耳朵可不可以盖到完全了、因为我耳洞真的是大。盖不完了，这样大。OK， so 这四个耳机呢，等一下我就会试下它的音量，还有它的声音会不会大到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的。So 我现在就试这个耳机先。OK， 这个耳机的声音呢，它的 volume 就是这样子了，你们听到吗？其实蛮大声的，关键其实听不到啊。OK， 来，谁要试先？哎，就我来吧。好气吧，好气气吧，好气吧，好气吧，好气吧。我听到了嘞，什么说话？对，听到没？就讲大声。Enjoy， 不讲说话。对，以为他一米三，他那条东西应该很短吧？高的人呢，很短啊。是吧？通常高的人大致都不是很短啊。没看见我？没有啊，讲他很帅，不错啊。你的戴那耳机很美，这样帅一下。谢谢。他那条东西应该很短吧？啊，是啊。哎，都不明白他这么耳洞做这样大个，害到人家全部人都要心幻想，听到吗？听到我们讲话？我还是听到一点点的，可是我听不到你讲什么罢了，不是听到很清楚。因为也是假帅啊，不过他这个也是蛮 pass 一下了。这个声音你们觉得怎样？我个人觉得啦，我比较喜欢就是 on ear 的，这种是比较 on ear， 所以还好。给我如果是普通在家听歌做功课是 OK， 但是如果是要现场表演的话，太大了，没有这样舒服。OK 啦，这个就试了啦。OK， 就我试下我自己平时打歌用的耳机，看下它的声音是怎样啦。因为我平时都是在 DJ 的地方或者打歌的地方才用这个耳机的，可是用在 iPad 啊、电话啊，或者说用在电脑那一边呢，不知道它的音量是怎样。所以我现在就拿这个片拿来试看下啦。它不近哦，它近了。哦，这边了。哦，那
大声的啊。欸，你讲到这样子你还要看着我下面，你说差劲了没有？很多同步耶。OK， 这个声音就是这样的样子啦。OK， 这个耳机就好像有大声过这个一点点啊。但是你确定这样的音量戴下去你的耳朵会坏吗？你试看一下。OK， 来啊。他这个肯定听不到我讲什么，害怕呀！看着我在傻傻的笑啊。这个完全听不到啊。其实我是听到你们讲了一点点嘛，一直在那边笑，但是虽然讲我坏话。没有啦，我哪里有讲你的坏话？我在跟观众讲，对吧？对吧？一直讲坏话，不能讲好话了，是不是 ？OK，Felix， 哎，可以啊。你去跟我抢女生了，然后而且有女生，你是认错人啊！明明是要来找我，可是去找他。妈的，每天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日子很难过的。全部女生跑过去他那边，没有女生呢。其实是不错的，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是他 breakdown， 所以我听到你们讲话。看你啊，讲坏话啊、哦，这个妈咪。哎呦，你也不知道啊，讲什么？讲什么？我赖他啊，什么？啊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了，上级。OK， 现在就到我试看看下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毕业放屁还很臭的。是啊，现在嗅到他的口在跟你讲话，我已经不低了。是啊，还好没在旁边。哎，我听到一点点啦、啊，我听到是了，什么是啦的？没有，在。啊，帅啊！隔音没有这样好，还是听到外面的话，不过是听到不清楚，就好像你在家里睡觉的时候，隔壁的哦罗罗那种声音罢了。你们个人觉得呢？这个耳机我应该不会拿出厂哦，声音是 OK 啦，但是它的牌子不是我要的牌子。OK，Felix， 这个我觉得它的旋转度太多选择了，太 flexible 了，就是你在厂，等下万一你的手拿起来，它就闪去别位就。我个人会 fix 在一个 position，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太多了。他的声音其实是麻麻的哟 ，OK 咯。你看刚才我们讲你帅的听到了。如果是我真正要用的话呢，我是比较喜欢小力的。讲真，我耳朵你喜欢比较小力的啦。耳机啊，不要误会啊，耳机啊。因为我耳朵的关系，太大的它会震动到我耳朵，这里会受伤。Oh, OK， 小力才不会受伤，大力会弄到你受伤。OK， 讲好来呀、啊，耳机呀、啊，不要误会啊，大家啊，耳机呀、啊，我都是走健康路线。对，你很健康，你非常健康，我看得出你很健康啊。OK， 就到这个了啊，这个我就比较喜欢了、啊，这个小力。他给我一个感觉像玩具一样，对呀，好像玩具一样。其实这个、哦、算是百大 DJ 50% 的 DJ 在用的、啊，一个证明，百大 DJ 都想小力。耳机，OK， so 我们 test 下他的声音看看呢。OK， 这个声音就是这样子啦。手都震了，扎到手都震了。果然是百大 DJ 很喜欢用的小力啊，姐姐。来，平时啊在 P 上面会不会玩一夜情那些？一夜情 ？Are you ready? One, two. 那现在一直盖着我们讲他坏话。他在 P 真的是没有玩过一夜情那些吗？什么？我们聊天没有东西，真的没有东西。你确定他听到了吗？你确定他听不到我来讲？不会帮他啦，你看我这里都听到那个歌了。他其实很乖的，就是。我真的很乖，确实我就是很乖。我们没有讲你坏话啊，真的没有讲啊。谢谢你感恩。OK， 到你了。小李，我喜欢。OK， 给他。平时他在 P 那边有没有玩一夜情？他人肯定不进去的，每次都是我婆婆那放了他人不见，然后不知道跑去哪里，所以你就知道了。因为平时我在 P 上面看他都是静静这样子的嘛，对啊，通常静静也是很累的，很累爱玩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他不玩的东西啊，他就在那边静静。如果是有的玩的，对，他玩歌很好听的，对啊。给，我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他是好人，他说的是真心话。OK， 来，姐姐，哎，刚刚好了那个 size。你也想去拍百搭来讲啦，你看三十几了，上来当干垃圾。
必一千咁啦，我能清盘啊，唔一千咁，一千蚊就够。狂聊哇，好拍摄。你应该是不要听啊。哎，那你刚刚存疑，这个完全听不到你们讲什么了。哎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我买的时候千四，千四啊！哇，耳机千四喂。说这个 OK 啦 ，OK 就到这个啦。我刚刚新买的这个杯呢 ，Q1 呢，看起来是很美啊。这个呢就是跟这个差不多啦，不过这个是小弟的，我很喜欢这个，它刚刚好戴到，还没有动到我的耳环呢。这个是大一点点啦，不过价钱你不能比对啦，这个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很卷耶，哇，像那个毛呢？你的有这样子吗？没有啊，这是卷的哦，这个你的会卷吗？我不会惨。OK, so 我们就试下看吧。OK, 就给你们听下啦，这个我新买的耳机啊。OK, 来，姐姐试看一下。Yes, please。我们这边是听不到他的耳机里面的声音，他是包到完了，他没有散出来。确定吗？还是你开不够大声？准了嘞，那你看。我真的大声了，真的大声了，我是听不到啦，我是听不到啊，你听到我讲话吗？我是完全听不到，这样摔摔这样子，以为自己很帅这样，就是发力这样一段去健身一下，是咯，看到你摇头这边做手在，好哦，爽，爽啊，都能在那边这样啊 ，OK， 是啊，可以啊，来啊，干，他听不到吗？干你啊，撸，干。老师，我们还没有讲完呢。怎么他到现在没有女朋友了？因为他太多女生了，然后他不会选。有时候啊，没有，继续。我还没有听完呢，这个你们想听的故事吗？故事什么？啊，没有啊，讲你很好人。到我聊。啊，真的听不到我了。啊，真的是听不到。啊，算了啊，听到 skin 给他。师妹。觉得啊，感受一只一只这样，哎，很难讲，这样子的通常很硬了，女生腰了，是的，因为我们这样高高啊，紧紧，是哦，我们比较熟一点，比较熟一点啊，真的，其实他人冷了，其实他人蛮好一下的 ，OK，brother 吧 ，brother， 气氛不错吗？不错吗？但是我蛮喜欢他，可以好像这样子熬。他感觉不会好像，他就是铁的啊，他感觉不会坏的感觉。那其他我怕直接凹一下坏去，这给我有很有安全感哦。Lasting， 可能哇这样子啊，怎样啊去变啊，他都不会断的感觉啊，就嗯。OK， so 这个你们猜一下我买多少钱？很难猜哦。你看啊，它的个 band 是用金属打造，后面你看还多一层，然后整体来讲好像蛮耐，有种高级的感觉。我应该想它的分贝没有这样高，但是它的 overall 整个 quality 蛮不错，所以觉得猜它大概是在不会超过一千的。OK， 姐姐，会超过一千，这个只是600块，现在卖这599罢了。你们想做 DJ 的，你们不知道买什么耳机，这个有的想不错一下的，就没有做 DJ 的那些人也可以拿去打机呀、啊，或者听歌啊，还是什么的啊。你们要买的话呢，还可以找我。我也是有卖的，我也是有推销的。OK， 我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，也很感谢 Felix 所有姐姐陪我颠呐、啊，陪我玩这个耳机、啊，开心很开心。所以、就这样子吧，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再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还有记得 follow Felix 还有姐姐，就这样子吧，拜拜。